hey, 大家好，我是谢先生。今天谢先生有一点小烦恼，为什么呢？我的零钱太多了，那么怎么办呢？还好我买了一个小帮手，零钱分类机。好，那么这个小帮手呢，会帮我们算一些零钱，那包括帮你分成 quarter、nickel、penny 跟 dime。那么我们来看看，算一下这里面有多少钱呢？大家猜一下。那我们即将在影片尾端会揭晓这个答案。Let's go。谢先生冷笑威，它这个机器呢，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你只要抓一把零钱，往上面一丢，用手去摇它，转，打住的时候呢，就回转，那么它的钱呢就会自动分类，然后一颗一颗的掉下来。然后最好的呢，就是它不需要插电。全部都是手摇的，哇，数到一半转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来修理一下呗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其实还好没坏掉。是要把这个放回去。这个还蛮费工的，要一直用手转，然后卡住。哇，终于完成了两个半小时之后，与这些铜板的大战。Oh my god， 用了这一台我们的数铜板神器用了更生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本每天都在那边卡那个铜板，用的我们真的是很累很累，最后还是用我们的手工，靠着我们双手把它完成。那么呢，总共呢，我们算起来有281块。那我们即将用这281块再投资下个影片，要去买的东西，我们要看看我们可不可以用这281块翻倍。我们下一个计划就是用这281块赚到至少500块。OK， 好，那大家记得 subscribe 跟 follow 跟按小铃铛，那我们可以看下一个影片。如果你喜欢 ，OK，Let's go。